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哥，欢迎回来到我们奇安小镇。那今天呢，这张图是诺亚方舟，是哇，这全部都是狼牙棒。狼牙棒是哪一个？哦，我们武器这么多，还怕输吗？我们还两个队友哎，来吧，那就直接废话不多说了，好不好？血洗这个诺亚方舟啊！那裸男，操！我看我疯起来，连我队友都杀。鬼刚哎！等，他们来了！狼牙棒拿起来，就是一顿惨！哎呦！天哪！哇，他们也……等一下，他们很硬。等一下，我好像不应该打我队友的。哎，踢不动呢。我那两个队友好像有点强。啊！我被剁到了。哇！不行！他们这太夸张了。哇操！不行啊！哇，我这个队友太强了！等一下，他的武器太长了吧？不能！哇操 ！OK。就从队友开刀。哎呦！好。哎，很爽呢。等，他拿的那把刀很凶啊，他那个真的很凶啊。来，再重来一次！我就不相信啊，头被我惨爆了，是不是？拿起他们的菜刀，开剁 ！OK。哎、欸，穿这种红色战袍的都很强啊！你确定他们死了 ？OK。哎、欸，太多人了！他们一来就超级多，而且他们攻击又往前。还有人？没有啊，他头掉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很凶。哈。一言不合，我就远程输出啊！补刀一下。哎、欸，等下上面还有个大佬哎、欸！哎呦！长矛！嘿呦！看什么看？哎、欸，等下。等，他有点危险，好险！我棒球棍够多，哇，这全部都是棒球棍！嘿，你假派哦！这棒球棍用不完哎。哼，妈超猛的、啊！哈哈，无止境的球棍，连斧头都有啊！我告诉你，啊，在皮，哎呦！哈、啊，
进战士给你们尊重。你他妈拿鸡腿棒敲我是不是？哇，等一下，他那个太凶啦！他直接砍了我一刀，我人都麻了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们真的是太凶了。等一下，这边怎么还有大只的？好了。大只的怎么搞啊？这个大只的只能远程输出了吧？电一下还不会死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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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怎么一群骷髅头啊？我的天！呀！惨了！我操！死光光了吧？这里呢？哦？长枪的耐久度感觉没有很高。这球是棒球棍。这梁柱都是棒球棍做成的，上面呢？上面他们在干嘛？哇，这些人也是打得不可开交啊！哦，大弯刀！开切！剩下七个人，还有人会爬起来吗？哇，这边全部都是刀子，啊，来个流星锤好了，流星锤好用。来吧，剩下这边下面那个 boss 都纹风不动，不愧是大佬。等一下，这几个，不对，我惹到 boss 团了 ，boss 团，完了，这只能。哎呦喂呦！不行啊，太凶狠了！他们脸看起来太凶了，我会怕。哇，远程输出一下。一拳送你，然后再这个，有先走位，躲过一拳，再来，是不是？操！开个大招把两个人秒掉啊！来，我们等一下就捡他的斧头下去开干。来，还有谁？这里有没有藏武器啊？哇，他满满的家当哎！不行，这个人很凶。把他手打断就好了，把他手打断。可以。剩下四个人呢？干嘛？这样重一摔哦。等一下。那个先杀。等一下，他们这些人太凶了。哎呦！喂，差一点点欸。啊，没有被橘子丢过是不是？没有被橘子。完了，剩下最后一个了，大只佬。结束了是不是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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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这里
体全部是棒球棍啊！哎，不错，这个武器很多，打得很爽。好啦 ，OK， 那今天这个就结束了。我看一下我们总共杀了几个人，60个人，可是非常非常的难打。好啦 ，OK，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，好不好？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告诉我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拜拜。Check it up.